然后这边啊，这边啊是抓肉抓出来的是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，老铁看见没？这个快要抓出来，但是刚有出问题，咱就及时来了。咱们这边整一下子，嗯，这边不光滑，哦，嗯，因为这边你当一放刀的时候，你看是不光滑？哦，上里屋啊，你脚咋了？这边我洗完脚，这两边起那个水泡，像水泡玩意儿，就是在脚底下，脚里边两侧，多少爆不爆完皮啊？有没有那种爆完皮现象？爆完皮我问问啊。对，完我有的时候儿子都在睡觉。你再问问他是不是那种一热的时候就受不了，对，一热的时候就该刺挠了。他问你那个脚咋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一热出去啊？是一热才是凉的。他问你是不是一热才是凉？我现在给你讲这个，你看咋的？一热才是凉，就是怎么样？晚上。